哎呦，我们继续玩下去，门开了嘛，变成拉门，门帘的那种，不是拉门，哎，舞台剧哦，哎呦，我靠，投影的，那个时代居然有这种 3D 投影，点点点点点，聚光灯，没有东西可以点了，啊，给他白鹿项链，哎，真的耶。这不是，那这个嘞？这不是这样用的，这个嘞？棕色的玻璃瓶四处倾倒，挥发出人心腐败的恶臭。父亲的咆哮回荡在家中，一桌碗盘都被扫到了地上。一连串的轰炸后，留下母亲低声的啜泣。我的家庭曾可爱、整洁、美满又安康。我的家庭真可爱啊！如今每个夜晚难眠，每个清晨难起，日复一日，每况愈下。我被打碎了成千万片，随着熟悉的世界分崩离析，落在绝望的长河上，载浮载沉。哦，舞台剧，给你啊，白鹿项链。哎，真的，想着即将见面，脚步格外轻盈，穿过百家灯火，越过五彩霓虹，我成了一只小云雀，越过花丛追逐蝴蝶，连跑带跳降落在你身边。电影才正要揭幕，我却早已出了戏。此时此刻，只想投入你的怀抱，聆听你的细语，感触你的气息。这时，白鹿走进我的手心，多么的意外！多么惊喜，多么多么多么的想留在这一刻，直到永远。突如其来的并不见面，你冷漠，冷到即使艳阳高照，空气也如冰点，冻住了我的心脏，令每个脉搏都如撕裂。再度一个人，again again，再称家中的房子。称为学校的空间，有如行尸走肉，茫然疑惑。大门，张明辉，我们应该谈一谈这件事。殷小姐连名带姓的问候也太严重了吧？不严重吗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对孩，那孩子出手吗？孩子，我在他年纪的时候已经。在独自在海外求学，我很欣赏他，也相信他的资质，所以呢，你就带着他走钢索，他需要只是拉一把，不是拉到你怀里去。这是我们的私事，你管不着，管不着。你顾着搞你的浪漫，那你有没有顾虑到我？我们走在同一条船上，你别忘了。涛姐啊！这么刚好被听到了，哇塞喽！哦，好多眼睛，那个我突然忘记那是什么东西了，也是一堆眼睛。哦，我去，把掐死，把顶上去。张明辉，尿杯啊，尿杯啊，都是血。朱自清背影啊，不对，徐志摩才对啊，这个。重新忆起，就是再次重击。我的灵魂支离破碎，直到拼凑不出自己，最后忘了一切。再睁开眼，现世已是荒芜。哦，老高啊，被害人道歉，学校名字，我爱王光，看不到。到此一游，
0921834王八恨，到此一游，这是 GAN， 它是有跛脚是不是？啊，重生点，重生点。半透明的，干什么强奸校？强奸校园啊！欸、真的，我们先去看看那边可不可以出去。那老头走的地方，打手枪，轻易。这是什么啊？生命会消逝，然而罪尚未抹灭。我就是你，然而你还不是我。罪业使你徘徊于此，记忆映照出你灵魂的模样。世间许多折腾与磨难，名为方瑞星的你，最恐惧的是什么？失去什么？失去自我，相信人生而自由，渴望活出自己，害怕失去自我更胜一切。你就是我。我要存档我要存档啊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这好像是说要记录吗？废话。好，继续 ，keep going。注意到一个东西，你们看这个牌子，它居然有做那种 3D 的那个感觉，立体的。我现在注意到，这个进去啊，保健室。哦，老高，希望的篝火近乎枯竭，只能在风中无力的摇曳。在干什么啊？内壁修吹啊！有些内容会充足到习以为常的想法，但也就是这般思辨，让我们的思想更加完善。那么今天就到这吧。还是不厌其烦的和同学提醒，在外绝口不提读书会，升官。事关身家性命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。魏仲廷有件事想麻烦你帮忙处理。哦，是关于新俊的书吗？我已经把书目录整理给张老师了。他说船运已经不愿配合，但他说他会自己想办法。管制压力已经到这么基层了。不久，图书会可能会要停。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在十四前，老师也无可奈何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张老师从没带书给我们，对吧？对，我就是欣赏你这点，什么都想得周到。流亡半世纪，黑名单返乡安葬。戒严时期，殷翠涵女士与许多政治犯一样受通缉。她虽然幸运逃过拘捕，却也成为有家归不得的海外黑名单。常年奔走于各地，争取人权与言论自由。
并不幸的在50岁因为肺癌离世。他当时的遗愿便是回葬于故乡，如今这个心愿终于随着解严得以实现。啊，旁边就有啊，看这个，切。